上好。哦，开心。Kevin さます。風雨超え。あけ。每天去七七直播的时候，有没有听到、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？诶，什么？什么奇怪的东西是什么？那你，托莫桑，谢谢，送给我蓝色鹰眼棒，谢谢。没有，没事，没事。诶，什么？很在意，我想知道什么？不要说，为什么？好，那没关系。今天的台北突然什么？下雨，下雨。可是我今天一直睡觉，呵呵。谢谢你 M 奖 MJ 三的礼物，谢谢。今天雨好大，对，还有什么？雷，中文怎么讲？雷？吗？是吗？放弃也有。以后你要跟七七说，不要再干别的东西。什么七七还七七喜欢看 BL 吗？是吗？每一号上上就睡。今天是，今天学到早上11点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然后大概2点到4点，5点一直睡觉，可是还没睡饱。安迪长，Hello，姐姐在直播的时候乱把房子变七 B，那你七 B 的 couple，七 B 是什么？我看还比我着急吗？可是下午也有睡觉。嗨，美丽宝贝，高橋誠さん，こんばんは，晚上好。谢谢龙骑士的礼物，谢谢。你没去露露那边？为什么？美丽说。他没看到，怎样消有消什么？这个什么意思？没，只能说喜欢，哈哈，ウケる，好笑，很好笑。都，美丽宝贝，我要跟你说件重要的事，什么？什么？遅くなってごめんなさい、ロロちゃんの配信。あ、ヨングワンさんは。谢谢ヨングの礼物、ロンジスの本耶。テッドさん、晚上好。先说要结婚。え、真的吗？え、什么？什么？跟谁结婚？没有。真的吗？跟谁？诶，そうなの？タワー君晚上好，ヤクルトさん晚上好。跟一个男的，诶，是男生吗？哇哦！诶，那你？美丽晚安，タワー君晚安。真要多什么？最佳原罪原正佳，台湾现在可以拿男结婚了？哎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可以吗？什
所以前阵子跟男生结婚了，哦，恭喜你，恭喜，恭喜！真的，不要听别人乱讲这件事情。谢谢谢谢大哥的，这是什么？蓝 life 回远玄标，还有新币哦，すごい，ありがとう，谢谢，谢谢，欢迎，回远玄标，谢谢，还有大哥的新币关，谢谢，ありがとう，现在可以弄那种，台湾人有好多，就是男生、女生、女生。对，我学校也有好多，这个第一次，什么？没事。塔瓦克，谢谢你给我扣分，谢谢周周我看。我周周我看到前面流鼻血啊，谢谢接种我，谢谢桃花哥，好多筷子玫瑰，我只希望美玲啊，谢谢早安，真的吗？早安说最爱的还是美玲，乔三吗？美玲对这个感兴趣哦，还好还好。美丽欢欣，什么很短暂？怎样子？会好好支持你的，加油！谢谢大家喜欢我的歌，还有陈恩，谢谢。美丽啊，阿基拉桑，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と。还有，对，我承认了，写信吗？拿到了，对，昨天拿到，谢谢。美丽没有蔡政变成好，我不要蔡感冒，真的我很容易会感冒，不行。チョコレート、ハンハン、晚餐派。还有呢，图，什么？ベンジャミン，哇，有没有呢？嘿嘿呗。拿到了，害我贪心很久，对不起，就是昨天拿到，谢谢谢谢咱们的写信，开心。谢谢在东方的口红，不然陈恩会哭，不要哭，我来给他弄的，まだまだもらってない，还没拿到，还没拿到，什么时候拿可以拿到？不知道。每次2周都，几周1小时开直播，对，因为之前只有1个小时，所以9点半到10点半，我写的刚好是。还有学校的事情也结束了，对，所以可以早点回家。所以最近早点开直播。娃娃，这个吗？可爱吗？喜欢的娃娃，美丽大乐色。
对了，美丽有看到我换你的就啊，我看到了，很厉害，对，很厉害，すごい，めっちゃすごい，因为想睡觉，对，晚点会，晚点开直播，我会想睡觉，美丽宝宝，美丽宝贝，好好努力哦，要相信怎样相信我们的口袋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玉桥，美丽晚安，晚安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你。美丽现在动画的关系，眉毛好像，那你卖给，那你眉毛手。奇怪吗？换试教了吗？还没，次礼拜前次，对，次礼拜是最最后，还有这礼拜是最后一年级。哇，なんか来る。え、那我初月快是二年级，因为直播睡觉，大家都知道，不要相信我。不用相信你，那要相信人。嗨，我可以相信粉丝们。谢谢，要我也谢谢。すごく悲しい。应该是强制的，强制会的时候应该可以拿吧。実は見え2年前の配信、昨日見ました。やだ。2年前？是、还没 TP 的时候吗？就是 audition 的时候的吗？是吗？呀，待って、ブスなんだけど、やだやだ、好丑哦。高一最后的一周，对，可是我今天请假了，哈哈。因为昨天一个有事情，然后12点再回家，所以。好嘞，要过我了，辛苦了，开心，希望赶快毕业，小高一的生活要结束了，诶，那个，寝てたばっかり，所以我下二年级开始认真上课，过个几天的开心，送我，诶。是应该真的，诶，是我不会完全不会讲中文的时候的吗？你连麦的时候，完不会讲中文的时候的直播吗？慢慢习惯台湾比较重要。要不都是啦。那你有用功读书？美丽有看过《张健你们的音乐》啊，我有看到了，我有看过了。OK 那个さんこんばんは。牛奶站的乔さん什么？我看，そうだよ。生で日本語だけや。ブスだよね、ブス。ハローハロー、ボケナガ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。ブスなんだけど、本当にブス。重要是要开心，不要生病。嗨 我不能生病，生病。啊，谢谢怎样的新之光，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。谢谢你。然后呢？啊，こんばんは。ボワホじゃないのに。谢谢ポケナガさんの興奮。はよ、谢谢牛奶団の小三、小三、そう、わからん、竹読め。今夜、実はあんまり結構かよ。天津、天津、哪有、我真的不行。那时候我觉得很丑。谢谢真的新之光，谢谢。
またくまちゃんですか？对。随意的时候要更大。我需要他。很可爱，对吧？干嘛讲？嘘つきじゃないよ。絶対そう。谢谢勇哥的 kiss 啾啾，啪。kiss 啾啾，啾啾啾。美丽准备哦，什么准备？准备哦，什么准备？啊啊！はい、イエーイ、イニ、やった、再一次。はい、あ、ピンソー、再一次、我要イニ、イニ、一、はい、やったー、イエーイ、開心、我イニ、两次。こんばんは、ジョエルさん。と、ヨング、シェシェ。ありがとう。アイス、ワン。アイス、赢我。一直赢我。我真的厉害。真的厉害。そっか、髪の毛が、嫌だな。こんばんは、晚上好。这个声音有点完蛋，为什么？他这个可爱，看，这里是他的家，对，这里是他的家，对，所以我去学校的时候也他在外教里面，对，就这样一起上学。还有一起上课，很可爱吧？对，好巧的声，可爱吗？ミレイ、エネ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、久しぶり。ね、なんか突然しま、APP なんか、哎，对我看到了，我觉得很像，真的很像，可是那个。画画画 APP 嘛的比较可爱，呵呵，人不乱吗？不会，因为这里是他的家，想做的但对特别那自己，你同学看到不会害羞吗？不会，什么害羞什么？我真的没有时候玩几个是趁了每天这样一起，因为我的同学嘛也是有一个，大家都有娃娃，熊真的很长，对，很长，小熊好可爱，对，可爱，真的可爱，可爱的，よかったね。他说很开心，他说很开心。你带上去学校做，哎，他跟他一起上课，对，跟他一起上课，还是一起睡觉。こんばんは。風邪も大丈夫？大体大丈夫かな？应该好了。没有，因为每一颗 APP 居然在那个，哪有？那这双是美林最重要的，对。好的，说不定那只熊不想上课，有时候他会翘课啊。对，他每天最近一直在我的床上睡觉，在这睡觉，对，所以，他也会翘课。あのクマさん羨ましいか？可以带玩具去学校。对，
真的那个什么鸡鸟吗？也是泰鸡鸟啊，还有那个鱼子吗？是吗？它也是熊猫。如果我亲鱼子吗？是吗？那个字我看我同学的他的那个熊猫，我亲亲。他会生气，我亲他的熊猫，他会生气。吉姆娘晚安，黑哥晚上好。你哪里髪啊？今天的刘海啊，気持ち悪い，恶心，奇怪。谢谢继儿，对，继儿，哈哈，有没来？嗨，继儿啊，是你吗？哦，哎，是吗？不是香香的奇亚吗？在学校也放哪里哦？他是书包里还是啊？不是上课的时候，他在我的运动服里面一起上课。那这首考试会不会比梅林高分？哎，他吗？不是他，他不会考试，可是他考试的时候也是一起，他是什么？看我，他看我的考试，太熟话歌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没来。哦，你的名字不是想象的鸡儿吗？鸡儿不会念。谢谢勇哥的礼物，因为的啊，对，你们来忘记怎么念，所以改名了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呀吼，吉儿！对，今天是不是英姐也没来学校？我七月会要去福冈啊，真的吗？七月？那下礼拜是下礼拜是七月。哎，我也要去中长金会，再回福冈。什么？福冈啊，对，我今天突然想回日本，对，一直看弟弟的影片，今天一直看弟弟的影片，然后很想回去。小时候好辛苦。考试的时候，那只熊还是在哪里吗？它在我的这里，对，这里，真的还是我家。一直考试 ，showroom 是的那些内容啊 ，showroom 考试啊，老师有人就会熊帮忙做，那没有。兄好辛苦，可以跟梅林一起上学，幸运。大家也想要吗？いい仲間ね、そう仲間。七月份我去福冈留，哎，好好哦，我也要去福冈。明天考试，我不能再请假。哎，明天吗？是明天吗？那明天，然后后天考试，那后天吗？星期五是什么？哎，明天是考试哦。哎，哇。哎，那有什么课？什么课？我不知道。真的嘞。
傲娇，傲娇，晚起，傲娇，傲娇，谢谢 ice。绝歌慢者，没空上课，普康人热情吗？热情是什么意思？谢谢求婚的玫瑰，谢谢蒲甘地震少，蒲甘吗？蒲甘也有，蒲甘有，蒲甘有，蒲甘的那个蒲甘寺吗？有一个，什么地方？那里会地震？美丽王，晚安。Angel 用什么颜色？我个人觉得今天请假，是不是 Angel 欺负你，所以想回家？没有，他没有欺负我，倒不会。请问亮，谢谢送给我礼物，2年前から2年前の祝日，嬉しい，ありがとう。谢谢。もう2年前なんだね、早いな。時が経つのって早い。早いな。谢谢 Joel さんだ。ランス1年半。福冈和大连是有好正事吗？大连，我不知道。どうやろう。我也想跟美玲一起上学，可以去当老师。那也是探老师吗？可是一个嗜血的时候，我会睡觉哦。是不是爱神会吗？会生气吗？我会吗？这次的时间我真的就是就他们，我的考3天，星期六考一个，为什么考一个？奇怪，请假请到不知道要考试，对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一位。不是，昨天我问英爵，然后英爵说星期四，是吗？应该是，哦，晚起，我以为星期四，有没有到？福岡から熊本地震も感じ、そう、福岡と熊本近い。谢谢真的桂枝玫瑰。女性隔壁东京人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开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我是什么啊？没事，我要もっともっと他の見るじゃない？不行，因为这间的我真的很久，还是可以看那个 showroom 的时候的。对，不要那个 audition 的时候，可是我1年前的showroom 的时候也是不会讲中文，对。久しぶり、最近調子、みーちゃん、しみやん、ごめん、大丈夫、ジュリアスさん。お久しぶり、好久不见、谢谢。学哥这期该不会也不知道吧？英姐自信几鬼？だから英姐忘れそう。英姐又没在上课，问他，不是我这边问他，因为他迟到。开朗是什么意思？元気で明るい的な感じかな。明天看是否记得穿吃喝。不是吃，不是，对，吃啊，谢谢我这，我应该昨天会穿运动服，我是今天要穿制服的时候，我忘记我不小心穿运动服，所以我这套了捷运站那个什么。学校的附近的捷运站，用40分钟到了。可是 我回去，
我回去换衣服。明るいか、快乱、快乱、明るい性格。哦，对，因为我是快乱，所以我是快乱。多分。すまんね、遅い。谢谢草莓ちゃんだ、礼物。谢谢草莓ちゃん、I love you。谢谢。雲はとても可愛い。あ、チョコレート花、谢谢。他真的开心的，他很开心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他要那他的直播，他的直播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熊。他的名字是应该啊，他我不讲，不告诉你们他的名字，因为很奇怪。我要去应届代了，记得明天要穿制服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大丈夫、日本語あまり上手なんですか？大体大丈夫、多分。本当に？いや、我觉得永久的日本很厉害。上手。可爱吗？啊 ，Jasper 三晚上好。现在这是他的直播。Jasper 晚上好 ，Jasper 晚上好。今天我请假上课，熊哥，他我是熊，絶対叔叔是空的，因为你一直。留言的时候打字文，我真的看得懂，很厉害。熊哥文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大家今天干嘛？做什么？今天做什么？可爱。那大家可以问熊，質問コーナー耶。大家可以问问题吗？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谢谢历史晚那你送给我枫叶，可爱ですね。熊さんと一緒なのにいつも楽しそう。やった。そう、楽しい、大好き。大好き。今天上班晚回到家又练习唱歌，唱歌什么？唱什么歌？大家。晚上好。オペラ、すごいオペラ。オペラ座の怪人が好きかな。シェンロ。はい、久保さん、食べ物何が好きですか？我喜欢。我喜欢吃。我不会吃，我不吃。喜欢牛奶，对，他喜欢牛奶。我喜欢牛奶。牛奶，其他都不行哦，不行。其实也不太算，就是发生练习。为什么你要练习？是趣味かな？不喜欢起司吗？对，他不喜欢，他喜欢吃牛奶。牛奶，我喜欢牛奶哦。我不喜欢起司。那还有吗？还有，可爱。TTV 银雪合同棒，晚上好。为什么银雪的方式是合同棒吗？不是鸡鸭吗？来来，晚上好，晚安。晚安，不然我要吃肉肉。晚安。趣味です。趣味か。すごい。趣味か。私も好き。好き。我也喜欢。そういえば、クマンさんの仲間、ミレイさんも。我喜欢、我也喜欢牛奶。对、我也喜欢。我真的、每天每天喝牛奶。可是现在家里没有。想喝牛奶，我喜欢牛奶，对，我们喜欢牛奶。可爱，本当に
可愛いね。こうちゃんミルクよりミレイが好き。あとで。你喜欢我吗？嗯嗯，我很喜欢美丽。谢谢，谢谢，大好き，我也喜欢你。奇怪，一个人，一个人，一个人，演戏。好久不见，美丽，感觉变可爱了。来来，哎，是好久不见吗？上礼拜没来吗？感觉变可爱，没有，我比较喜欢。早安，家伙。ナンパタイム？ナンパ？不是，我们是真的好朋友。上礼拜很久了，是吗？对不起，上礼拜是星期什么时候？星期晚期，没有一样，我一样，我一样可爱。不要自己说好。熊はどこでそれを買った？不是这个。我不知道，这个是我朋友送给我的，对，因为那我问朋友，对，所以下次的不知道他记得，他有记得这个在哪里买，可是我哎什么？对，他给我，他给我，对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对，我同学给我的。为什么你也觉得这个可爱吗？这个墙，对，它真的很舒服，对，很舒服。对对。奇怪，对美丽 ，Joel 三，谢谢。熊さん以外まだ仲間あるの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过。可是我同学说有猫咪也有，对，这个的猫咪也有，对，应该是。我不真的不知道，对不起。那我问同学，美玲越来越可爱，所以我越来越有爱美玲。谢谢谢谢咱。わかります。わかるで、やば。で、他家都说这样的，从因为他的什么智力嘛很强，所以他家觉得恶心。可是我觉得很可爱，很舒服，喜欢。ミレイまた来たぞ、ありがとう。やっほー。生誕祭は参加できないが誕生日あの日愛知のメッセージありがとう、谢谢杨哥。期待很期待。関係ない関係ない。你也想要真的可爱。好，拿回去，拿回去，拿回家。那个熊呢？什么吸湿流？摸起来很舒服，对，真的，它很舒服，很喜欢。谢谢，好多枫叶，谢谢，谢谢你，好多枫叶。その熊の名前？咪咪不告诉你，因为真的奇怪，对，不是奇怪，就是有点变态的名字。所以不行。对，可是我同学大家都知道他叫什么？那大家去银爵的直播，然后问一下那个熊的名字是什么，他知道。对，我不想自己讲。あんまり期待しない。なんで？おやさんも不能期待吗？我一定会。可以。今行く？
はい、じゃあ戻ってきてね。一定要回来哦。雪哥没有再客气的，应该他会讲，对，一定会讲，他会讲。他迟到。冰水，我感冒好了，不行吗？可是我这个已经不是冰的，对，这里有水水，可是还好，没有冰的，没有冰，没有冰。哎，我不喜欢这个水，不好吃，不好喝，不好喝。可以啊，谢谢。じゃあ音楽に行こうかな。前天礼拜日有在前运站看到梅林，哎，真的吗？在哪里？在哪里的？哎，哎，亚宝，我真的，哎。恥ずかしい。那时候我好丑，穿衣服也很奇怪，然后什么脸也……那呢？在哪里的捷运？捷运什么事？哎，怖いよ。やだ。恥ずかしい。つむぎさん晚上好。Jack， 晚上好。哎，有什么？应该是转车的时候，大约三点。哦，マジか，やばい。哦，因为旁边有兄妹，所以他家会吃他家。应该如果我一个人的话，他家不知道那个是我。可是旁边有兄妹，所以对，兄妹是他家会知道，大家发现。みなみやほ、つむぎさんやほ、テペロどうした？テペロ？テペロ？できない、不会。然后呢，米莲又对老婆就很容易超雨，マジか、やばいね。ちょっとちゃんと服着よう今度から。我以后要穿好看的衣服。说那这样好像不太好。为什么？是因为。好多人的地方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。今天到几点？今天是十点。对，十点。そのクマの名前はドラゴンミレ。不是，不是，跟我一样的名词吗？下次是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嗯，我不会念。怕有人会叫你们，没关系，可是真的，哦，やばい，真的是礼拜天的时候吗？我记得是，因为练习结束后去买东西，所以我觉得，怕有人在那边等你们而已，是。那算很大啊，是那个吧？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对，很大。对，啊，对，只是因为一定要，我要去买东西。对，我跟熊妹要去买东西。对，所以。マジか、やば、恥ずかしい、害羞。谢谢宇宙超级下个爱的枫叶，谢谢。
戴口罩啊，戴口罩，好，我要戴口罩。可是我真的没有，我没有自己刚好的口罩，对，所以真的不想戴。ただいま、ヨングお帰り。ヨング迟到了吗？インジェ有讲吗？可以照可爱的口袋啊，可是很大，对，很大还是很小，我没有自己的脸刚好的口罩。我是不是不该说有遇到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可以，可以，声かけてもいいけど，でも。可是那时候真的不行，因为我很丑。不是，就过去吧。でも嬉しい。そうやって見つけてくれて嬉しいな。メンバー愛がすごい重空の言い訳わからない。え、その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我想，他说什么？所以以后每天出门都要美美的，还我一定要，还是真的大家不知道我的脸。可是那时候我有戴帽子，应该是吧？应该有。他说不知道，哎，他不知道，那不告诉你，那我也不知道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大家应该迟到。对，还有那个鸡啊也鸡啊也迟到。get 呢？如果是我平常上班，我也不想太美丽遇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じゃあ、ちょっと今日はオペラ座の会心の歌を流したい。ガンガン前進。只能说 opera， 所以我想听 opera 中的开心的歌。就是说美丽的那个长长的，可是他不知道，哇，因为平常生活我都随便转回来。对对对，我也是，我练习的时候穿随便，最近真的我随便。因为我不出去玩，对，有点想睡觉了。为什么我今天一直睡觉，可是还没睡饱？然ミリちゃん練習はほとんどジャージ？練習的时候大概我 T シャツ吗？还有那个裤子、长裤子还是短裤子？对，所以真的没有很不是很好看的衣服，对。那要换音乐吗？我比较对，我要换音乐。等一下，オペラ座の会心でいいかな。The Phantom of the Opera。我真的喜欢这首歌。应该大家都有听过，有吗？在明天起，会有很多时间可以睡觉啊！对，对，明天可以睡觉，开心。可是下午的时候呢？下午的时候我睡饱，所以不会睡觉，所以上课的时间很无聊，因为我大概最
5到15分钟，15分钟就写完了。对，所以还有45分钟，好无聊。对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电影，还有这首歌。原来没放音乐，还以为刚刚的是 BGM， 不是，不是，对，它也是 BGM 哦。千さんが言ってた、ミレちゃんさん、本当に？ありがとう。ヨングも会いに来てね。不唱歌很难，很厉害，不会唱。这首歌难的地方，分声很多，所以音不高，但是难唱。这个女生的地方，我觉得很高。不会吗？那个最后的地方，真的很好听。还有这个 MV 也很好看 ，MV 就是那个电影的，很好看。会感动，这个电影吗？我会哭，我会哭哭。我不会唱歌，这首歌好难。很好听，喜欢。大家有看过这个电影吗？我国上时候参加管乐短游，印象过这首。哎，真的吗？喜欢这首歌，真的喜欢这个一开始的那个噔噔噔噔噔噔的地方。很喜欢，要慢慢练。我也是这个老师教自己花时间练。什么？你是就是老师教 opera 吗？好厉害！一间音乐课有看过，很好看。音乐课的时候看这个电影，真的很好看，喜欢。很高。不行不行，啊，いいね。妈妈大好き、この歌。真的喜欢这首歌。结束了。我以前为了一个活动练。すごい、很厉害。我不会唱 opera。我唱歌也不好听，所以都不行。みたい、みれちゃん、今のジョイフルラブ聞いた、いい曲、俺はそう。え、聞いてない。ジョイフルラブ聞きたいな。くす、よま？あ、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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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我要听。あ、我有听过、我有听过、我有听过。我知道这首歌。可愛い。喜欢。我有听过，センターもらうと嬉しい、大好き，很喜欢。都，而且用德文唱，格子还能德文，不行，ドイツやばい。なんだっけ、なんかお父さんの歌、なんか悪魔の歌、魔王と歌、知道吗？那个很难。好可怕的 opera， 是 opera 吗？不知道。我记德文歌词，每一句成文。真的很可爱，喜欢。
是唱欢乐不住。等一下好呢，我不知道什么贝多芬吗？是吗？贝多芬第九号，我不知道，わからん。我爱什么什么。我就是第九点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歌。我本来是我会想睡觉，可是喜欢。那在美丽可以照看吗 ？OK。寝たいですか？どうぞ。なあは。我今天真的想睡。啊，为什么我想睡觉？我趁着今天好多很久睡觉。可以睡觉吗？那时候虽然是大学生，但是为了练习，每个礼拜都还送到桃园练习哇。很远，很厉害。来跟美丽说晚安，美丽晚安，晚安。是睡觉的晚安吗？起きて。おはよう、おはよう。起きて。早安，早安。会看到美丽睡觉拜拜。谢谢曹哥的礼物，练了快半年。那。下次我听你的歌，你唱的歌。美丽，我也想睡觉。不行哦，不行不行，蜜蜂太吵，不行，不能睡觉。还是一起睡好了。好，那大家一起睡觉，晚安。绝对不行。不行，大家不，大家都那今天睡觉直播吗？睡觉直播，不是大家也睡觉，谁看我的直播？我中间做目到什么什么事件没睡好？什么什么事件？什么事件？哎，谢谢真的玫瑰花，谢谢。所以韩星中的メンバー量はすごい。现在吗？我开直播的时候只有肉，可是现在好多。哇！现在谁？英爵还有什么？乖乖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美丽还有在玩吃鸡，吃什么？在玩吃鸡吗？在玩吃鸡。很也心动，大概两个礼拜一次玩很也心动。对，我看到了那个什么，是一集很也心，一集玩很也心动的吗？啊，我这是在什么关朵？不要理我，关朵。晚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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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上好。嗨 ，OK。晚晚朵，暗暗看是什么？啊 ，OK， 好的，谢谢。拜，繁衍心动。我在梦里，美丽很像马我，
怎么样的吗？那我不会，殺人系？怖い。是啥来的？哇哦，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美丽作文越来越厉害了，没有，谢谢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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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嬉し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谢谢つむぎさんの玫瑰，耶、yeah ！等下我就给你看昨天的梦，我看的，我看了，我看了，看过，看过了。那那个新しい服だ。对啊，所以没睡好，早上起来快快，哎，好可怜，是因为很可怕吗？所以好可怜。我真的不会玩荒野行动，为什么？欢迎耶，心动很好玩，真的很好玩，也不会吧？但是就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哎，是吧？那今天要早点睡觉。你最近什么？我最近韩文歌的 K-pop。Level Velvet 的新歌，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笑。哦，我不要，我听那个最近喜欢的歌，等一下哦。没有玩过，所以茉莉面玩很不好。茉莉面，我还一直什么我？哎，我们是了。可是我弟弟妹妹也不会玩，不玩欢迎新的。今天美丽的玩乐很好哎，真的吗？没有看看，因为，哎，为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？那个，那今天很好。待って。现在也不会考课吗？聪明耶，对。最近喜欢这首歌，然后他唱的，不是他是本人，就是很好听。歌名，你啊你啊你你啊你啊吗？是吗？对，很好听。它是 cover 的，对，很好听。呵，他是谁？他是，我不知道哎，但是应该会喜欢那首歌。真的吗？他是谁？马丁雷。雷马廷是吗？对，要听原唱啊！我有听那个女生唱的吗？是吗？女生唱，可是我比较喜欢是男生唱的。对，还有不是老师的朋友，老师应该喜欢。哎呀，我看真的吗？
对对对对，是他的歌，可是是女生吗？本身的。是这个是喝可的地方吗？喝可的地方是台语的歌，对，喜欢，有一点 blues 的感觉，加上 R&B。我不知道老师是怎么样的，怎么样喜欢怎么样的，对，对女生，对女生的，对，听过听过，今日の配信も10時まで、そう今日10時まで、あと1時間ぐらい、早い、大概1個小時、差不多1個小時。真的很好听，我知道。那还有听什么歌？Kuro，真爱决心，晚安。先に失礼しますね、バイバイ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、つむぎさん。谢谢、つむぎさん。ありがとう。30分だよ。是今天是10点半吗？あ、不是。あ、还有30分钟。あ、对。什么还有一个小时？看错，还有30分钟。对，谢谢杨哥，看错了。要说奇迹再次变转，对了。哎，什么什么什么？美丽晚安，哥上晚安。啊，是，不是跟我说的？哎，晚安。啊，对，那个什么。寒山看阿拉吉，我想看阿拉吉的电影。もうびっくり ちょっとバカがバレちゃった。因为我是笨蛋。小不是小风扇是。见面，难过，很难过，所以今年的生日是在台湾，我第一次在台湾的生日，这个电影，还有我不知道是台湾的电影吗？この曲の歌詞、俺と同じでシンガポール。なんかシンガポール人か。是爱情的电影。真的吗？好看吗？不可以联系吗？今天我觉得很冷，所以我没有开。刚刚有开，可是我觉得很冷，对，很冷，所以我不开。是台湾的电影，好看。
見てみたいかも。じゃあ見よっかな、時間がある。反正じゃあ金ちゃん、何わからん。ミレナちゃん日本語喋っていいよ。あ、すごい、你会讲日文。你会唱的，你会讲日文，可以哦，可以可以，喋っていいよ。日本語 OK。每一岁的时候 OK。很久之前的。对不对？等一下，这首歌会想睡觉了。啊，一般日本人，一般台湾人，嘿，我不知道他是谁。那2003的时候的电影吗？什么？金城武者の夢、わからん、知らない、オブツタ。金城武者。どんな顔だろう。オブツタ、目を観光。目観光。很帅哦，我也觉得很帅。嗯，是没有日本人的感觉，比较台湾人，像台湾人。等一下，好帅，帅我！哇，我真的想睡觉。哇，私の日本語は台湾語よりたくさん。すごい。我也不会，我不会台语。为什么你会讲日文？是，你为什么你会讲日文？看着我一点。差一点。每一个要睡的我刚刚真的有三天日本に主演のドラマは知らそうだ。だから多分私は知らない。好啦，来一首唱什么什么什么。为什么でも最近は無理。待って、真的我想睡觉。あなたが疲れているときに救急休憩を取ってください。あなたには精神がないのを見てください。ありがとう。シェシェ、チョコレート、ハンハン。すごい。シェシェ、シェシェ、チョコレートさん。よいしょ。長い傷心、シャンシーナ。也听慢歌。ミレちゃんおすすめタピオカどうぞ。その、我喜欢的橙汁奶茶吗？是吗？我真的最近没有喝橙汁奶茶。啊，眠たい。想睡觉。さよなら、日本語のテレビ番組。すごい、很厉害。喜欢日本吗？我觉得这个 MV 很好笑。
这首歌每天绝对不睡觉。谢谢微笑追踪我，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。啊 ，one go， 哎，为什么我输了？哎，可以再一次吗？我想赢你，我想赢你。新闻里有一家橙子奶茶傻比，好喝吗？哎，なんで？我不会赢你，为什么？哎，你很强，好厉害。那应该是不是我的猜拳？猜拳不是很厉害，应该承认是不会猜，不会猜拳。なんで？为什么？やばい。え、なんで負けちゃった？すごい。那下次我要赢你，我一定要赢你，我要练习。剪刀石头布。ちなみに台湾のユニ BSC 視聴可能。え、そうなの ？BS と CS が見える。え、羨ましい。好好，我也想看。我真的来台湾完全没有看，不看天意。之前可以点出来。哎，那你会听得懂吗？听得懂日文吗？你听得懂日文吗？そうです。アンテナは家にある。え、羨ましいな。我也想看，我也想看。私も見る。下次再再学希望梅林可以。我要努力赢你，所以下次也一起猜拳。可以吗？哎，我觉得我喜欢这首歌，却想到我礼拜天打电话给日本饭店，停什么水活动？什么？那你？停？那你过来？什么水活动？那讲日文吗？是讲日文吗？哎，我想听陈安的日文，对，就是讲日文的。最初から難しいよ。今は大丈夫。哎，すごい。好厉害。那你喜欢日本的什么？喜欢。ダイビング行くの？あ、沖縄？あ、違うかな。でも日本語曲は、どういう、どうい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。聞きたい。我想听、どういう、エヴァーシャイ。我用英文加上很乱的日文，可是英文吗？应该日本人听不懂啊。对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我有记得，真的好好，我也想去。哎，那里找不到，これか。ミレちゃんのトーク面白い。え、本当にやった。ありがとう。嬉しい。谢谢，我也好开心。对啊，他们日文真的不好。日文吗？是日文吗？那个吉大雷吗？讲座，英文，对对对。所以，加油用日文，加油讲日文。ドラマ系佐藤健。え？很好听，可是我没听过。喜欢佐藤健さん，我喜欢。小时候我很喜欢看《仮面ライダー》电视，知道吗？应该有名。颠颠
电玩吗？他们那个电玩，小时候很喜欢看，然后那时候很喜欢他做他给的饭。Mayday。哎，很好听，好厉害，不会。最近チリチリいつもミレちゃんのことおすすめ。え、本当に？嬉しい。谢谢チリチリさん。谢谢チリチリさん。ありがとう。可爱チリチリ。名字很可爱。え、是黒さんは第一次来我的直播吗？不懂，晚上好。谢谢チリチリさん。浅浅听到了没？上次好像来过，真的吗？知ってるよ。でも俺は仮面ライダーカブトを持ってる。いや見てない。私は電王还有キバ这两个只有看过。我听到了，谢谢チ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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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さん。我也再来第二次而已，真的吗？嬉しい，ありがとう。谢谢，那下次也来我的直播，一起聊天。カブトの主演、カブトの主演水島。あー、懐かしい。ちょっと見てたかも。一点点、有看过。上次会见，我会来哦。超哥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哎，有点谢谢谢，我也很期待，很期待。上次会还有大概四天吗？水木金土日，우리야야다可以见到大家。上次会我也会去，哎，我们你七七三也会去啊。因为有 Mina 是吧？对 ，Mina， 那可以签到，耶、yeah ！我有点想去了，哥。那下次，雷西，我觉得真的很好，很好看的，啊、很好玩的。常驻会，啊，期待，真的期待。常驻会我，哎，什么？承认什么？不会去吗？期待在这前面，大超哥，谢谢。对，他家，拜托他家，就是我想，我真的想认识粉丝们，就是连还有名次。所以，如果会讲话，会讲话的时候吗？我跟我见面的时候，可以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吗？对。不去我会想死掉，怎样一定会去，是吗？適当に直そう。適当に直す。じゃあ、OK。OK。動物。当然、やったー！期待。我去活动都会化妆，不化成人，人不人。
浦东惠华总部外勤人员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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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是你是你什么什么？黒ちゃん。所以呢，大家要，我是男的。哎，可是你有化妆吗？哎，算了哦。真的吗？黒男の子だよ。え、そうなの？へえ、よせちゃん、韓国。え、我想看。我想看。一番有名なセリフ、ちょっと倒してもいい？答えは聞いてない。何のセリフ？何のセリフ？何のセリフ？チェシン大好きの黒。え、そうなんや。チェシンだ、そう。唱歌吗？唱得很好听，我很喜欢，真的喜欢。手上是什么？手上吗？这个吗？他吗？是吗？毕业生？这个吗？他是我的宝贝，娃娃，跟他一起直播，嗨。他要自我介绍，大家晚上好。我是熊，不知道是你们打的名字，什么娃娃？是熊熊熊，对，就是身体很强的 熊。哎，你这样一定也能唱歌厉害，我努力。恋愛の流行、わかんない、全然覚えてない。因为等我是我大概3岁还是4岁吗的时候的，很，没这么诶，很久之前的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等一下还有1分钟，好快，其实决心吃吃什么？没这，OK。谢谢クロちゃん、チェソンも、谢谢你、クロちゃん。え、クロちゃんって言ってる私、クロちゃんでいいもん。クイマ？おクイ、クロちゃんは？ 台湾チェソン抱歉、没关系、谢谢。まあ、クロちゃん、OK、クロちゃん、嘘、悲しいおじさん。え、对不起。え、我想再一次看。下次是后天、后天有。后天，美丽爱听音乐，天吗？我没有没有，我其实没有听过，可是我觉得很好听，应该以后会听，以后会听他的歌。クロちゃんいいね、OK、クロちゃん。でも他のメンバーは、クロさん、あ、クロさん？いや、なんかクロちゃんって言ったとなんでだろう。なあ、クロちゃん。大丈夫だよ、心強いだから ありがとう、手持ち。え、ニミジェナさんは、可是我チェス。厕所くチェス后我チェス哦。眠い。ルドロ、クロさん、クロさん。メリーワン、チョークワン。はい、チェ、シェシェ、チョーク。あ、な、下次の直播是、6月27号的，哎，几点？我不忘记。哎，几点？是八点半吗？不是，八点，对，8点到10点2个小时，因为5月27号是我的生日的前一天，对，最后16岁最后的直播，大家要来哦，8点，对，每年跟5月天一起表演，对，诶，期待，一年，你跟5月一起表演会。啊，5月27，对，5月27，我生日的前一天，
要记得来哟，腾讯金融海星，腾讯你写的呢？这他这要，那我要5月20几的时候，我要16岁的，新的，不是，对，不是，似乎是5月20几，前一天，生日的前一天，对，6月，不是5月吗？对不起。就是我将5月吗？巴卡巴卡，我不是，对，6月，对不起，6月20几，8点，我直播，行きたいタイミングの前日、え、行きたい、私も行きたい、アイスワンのツアー行きたいな。好的，谢谢大家今天也来看我的直播。好开心哦，耶、yeah！ 好，谢谢你们，6月20几也要来哦，我也一起直播。好嘞，ありがとう。韓国の3日ツアーも行きます。え、行くの羨ましい。楽しんでください。楽しんで、私の分まで。私も行きたい。はい、谢谢大家。はい、おやすみ。眠いでしょ、みんな。はい。大家要睡觉。大家赶快睡觉。去睡觉。辛苦你们。晚安。一定会来，要到。等你们哦，お疲れ。晚安。拜拜。またね。おやすみ。はい。おやすみ。チュ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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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はい。チュッ。シンクロメリー、バイバイ、バイバイ、このちゃん、バイバイ、はい、おやすみなさい、バイバイ、はい、バイバイ。